在美国有一个饶舌歌手叫做 Nas， 我非常喜欢 Nas， 因为他是算是一个歌词很厉害的饶舌歌手，然后他也算是一个 storyteller， 就是讲故事。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东西比较偏就是故事，因为我都是用我自己的故事或者我看过的事情，把歌写出来。然后 Nas 也是我们说的是 socially conscious， 那个意思就是他会看社会，然后觉得哪里需要进步啊，需要改变，然后他会写出来。不简单是骂，有时候也还是会骂，可是不一定。所以 Let me let the rhythm hit him， 我就是有一点就是讲我在社会看到的事情，然后觉得 也有在放进去一点我自己的过程啊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比较 not socially conscious 的 style 的一首歌。因为我听那个编曲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这个很适合表达一些对社会的看法。怎么看待这些浪荡女？